欢迎来到悠悠咪咪岛，让你猜谜都猜不到。不论动身体或动脑，答对答案才最重要。对啊对啊，奇奇怪怪咪咪国王爱热闹，嘻嘻哈哈猜谜大臣爱耍宝。答对就哈哈笑，哈哈。答错你猜怎么办才好？喂。柳大臣，你怎么还有的啦？哎呀，外星人啊，你不知道啊，昨天晚上我打扫到凌晨都没睡觉啊，我真想要充电充电啊。OK， 充电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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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是充电，不是要你电我啦。外星人好可爱哦，每次的想法都很搞笑哎。对呀、啊，小小兵，你们愿意当外星人的小老师教教他吗？愿意。谢谢小小兵老师的。Hello， 想看最紧张、最刺激的赛车大赛吗？飙风极速世纪大赛即将登场。哦，是赛车女少女月亮赛车手的。对呀，她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掉到陷阱呢？哎，我这可不是打滑，也不是失误哦，只是刚好赛车没油了，没力了，所以你们要赶快把我救出去，让我参加比赛啊！没力，用电的。停停停，外星人，不是没力用电就会有力啊，还是赶快猜谜让她出来吧，请咪咪国王给我们第一个提示吧。谢谢国王。哦，车子，很多的车子呢，有汽车、摩托车、巴士，这么多种车子哦。对的，这个地方大车小车都是车的啦。今天的题目很特别哦。对啊，小小兵，你们想想看，在哪里可以看到车子呢？马路、马路，还有停车场，还有赛车场。哦，小小兵很厉害哦。不过啊，要提醒大家，今天要猜的这种地方呢，很多的车子都是肚子空空的进去，不去不行哦。快想想答案到底是是虾米，是虾米，加加油，互相打打气，有信心保证没问题。一定要去的，当然就是保养厂啦。像我的闪亮霹雳月亮号，它就要到保养厂从头到尾好好的保养一番，还要擦得亮晶晶的才够拉风，是吧？对的，车子帅帅的，答案不对的。第二个提示，国王给的。桶子，这个地方有大大的长方形桶子的啦。而且这些桶子上方还有一条长长的管子，可以帮汽车加满。欢迎光临，要九二、九五还是九八？小小兵有答案了吗？时间快到滴答滴，快快快想一想，时间快到滴答滴，倒数计时，五、四、三、二、一。聪明的小小兵，答案是什么？答案是加油站的名，请国王公布正确解答的啦。有很多长方形桶子，还可以把车子加满油的地方就是加油站。恭喜你们答对喽！咪咪金钥匙 open。耶，太好了！谢谢你们，这样我就可以参加比赛了。小小兵，我刚好缺啦啦队耶，你们愿意帮我加油吗？愿意！太好了！小心安全。OK 的 ，OK 的。猜谜小兵来接受胜利的 Happy。Come on！ 来跳舞啦，摆好位置。来来来 ，Happy Happy， 我们一起 Happy 猜谜，咪咪岛上充满回忆。胜利胜利，我们一起庆祝胜利，一起唱着进行曲。安全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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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带。开赛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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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第一啊，得
果精神不济，哈欠不停，你要做体操；如果缺少元气，没有活力，更要做体操。一起来 one， 一起来 two， 一起来 one two three and four。想要聪明伶俐，要跳美丽，需要做体操；想要智慧无敌，结实帅气，一定要做体操。千万不要嘴巴一直嚼，坐在电视前面喊口号，千万千万不要手机一直滑到眼睛脖子都歪掉。身体好不用多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还在唱歌鼓励大家做体操？会不会太老套？一起来 one， 一起来 two， 一起来 one two three and four。点点你的头，棒棒棒，竖起大拇指，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大声的喊出棒棒棒。小朋友，现在就跟香蕉哥哥一起来比赛，看谁最有精神，一起来，棒棒棒。哆哆咪哆啦，哆哆哆咪哆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小小音乐家，叉叉又圈圈，圈圈圈又叉叉，叉叉圈圈小小娃娃超级爱涂鸦。点点你的头，棒棒棒，竖起大拇指，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大声的喊出棒棒棒。一二三四五啊，五四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运动我最行。加加又尖尖啊，尖尖又加加，加加尖尖层层突出，永远出不穷。点点你的头，棒棒棒，竖起大拇指，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大声的喊出棒棒棒。白白的脸蛋，黑黑的秀发，红橙黄绿蓝靛紫，妈妈最美丽。壮壮的手臂，宽宽的肩膀，柴米油盐酱醋茶，爸爸最努力。点点你的头，棒棒棒，竖起大拇指，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大声的喊出棒棒棒。一二三四五啊，五四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运动我最行。加加又减减啊，减减又加加，加加减减，成成足足，永远出不进啦。点点你的头，棒棒棒，竖起大拇指，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大声的喊出棒棒棒。点点你的头，棒棒棒，竖起大拇指，棒棒棒。悠悠妹小学堂 ，Hi， I'm Orange， 我是柳丁哥哥。I'm 悠悠妹，我是悠悠妹。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呢 ？Great。Everybody, it's English time. 悠悠们，你知道 yes 跟 no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知道啊， yes 就是是的，对的， no 就是不是
或没有。哦 ，Good job, your man， 很棒哦。那请回答接下来的问题哦，注意听好喽。请问蟑螂是昆虫 ？Yes or no？ Yes。Good。下一题哦，请问彩虹有七种颜色 ？Yes or no？ Yes。Great。再来注意听好喽，小朋友感冒打喷嚏，应该张大嘴，不用手捂起来 ，Yes or no？ No。Wonderful。下一题。柳丁哥哥是超级大帅哥 ，Yes or No？ Yes 还是 No 呢？友们 ，Please say Yes。Yes。Oh, yes、ah,。I love you。Yes。是的。Yes。是的。Your car? Yes. No. 不是。No. 不是。Wow, it's so cute. Is it a baby boy? No, it's a baby girl. Girl, peek-a-boo. She's happy. 友们，你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看到 no 这个标志吗？咦，有吗？像是什么呢？哼，像是啊，在一些公共场所或者是室内会看到这个 no smoking， 禁止吸烟。no smoking， 禁止吸烟。嗯，那像是啊，在公车上或者是捷运里面常常会看到这个 no food or drink。禁止饮食。No food or drink， 禁止饮食。嗯，那像是在美术馆或者是一些展览场所，就会看到这个 No photos， 禁止拍照。No photos， 禁止拍照。小朋友是不是很常看到这些 No 的标志呢？是哎，小朋友也一定要好好遵守哦。嗯，那我们要跟小朋友说下次见喽，拜拜。小朋友赶快动一动脑，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加油加油，答案就快要出来了。没有错，美丽的小石头再加上简单的线条，哇，就变成了爱游泳的企鹅。小车爸爸爸，捏泥巴，捏泥巴，捏捏捏捏捏泥巴，捏泥巴，捏泥巴，捏捏捏捏捏泥巴，捏一对耳朵，捏一个嘴巴，变一个瓶子来插花。我捏的是什么？青竹丝。有蝴蝶结的毛毛虫。眼镜吧，戴眼镜的毛毛虫。才不是呢，是小豆苗。大家都答错了。我捏了一条蛇，然后帮它戴上眼镜，所以是眼镜蛇。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一起来收看《悠悠点点名》。
Baby, my
色一样，别让黑白成为习惯。 Baby my dear， 我们一起 Daddy 妈咪和我一起，别让生活忘了改变，别让忙碌占有一切。喜欢今天的悠悠点点名，我们下次见，拜拜！哇哇！大家好，我是林洋哥哥。喜欢我们的影片吗？喜欢的话，请按下订阅键。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请看这边。